The second contestant is Caris Ruff. 我们第二位参赛的选手是 凯瑞斯. Now, Caris is the second year contestant, and her topic is, 她的演讲的题目是快乐汉语，乐趣多多. Now, Caris. Hello,我叫凯瑞斯,今年是7岁,我9岁开始学中文,现在我的中文班里我是唯一的外国人,虽然我说的没有别人好,但是老师说我的字写得最漂亮,我很自豪。去年暑假,为了提高我的听说能力, 我看的第一部是台湾的《恶作剧之吻》。开学时，我很兴奋地尝试我新学的词语。我说我最爱吃醋，同学们都笑了。老师惊奇地问我：“你在哪儿学的这个词？”我说电视剧里男孩说女孩爱吃醋。 可我也不明白，他们站在海边根本就没有醋呀！一下子大家哈哈大笑了。看来汉语不仅带给我乐趣，还让别人也开心哦。我是加拿大国家滑冰队的队员，每天5点醒来训练到上午10点。我常常要缺很多的课参加国际比赛。 缺别的课我不怕，就怕缺中文课，所以我的中文课本跟随着我走遍了不同的国家。去年在日本单看中国人比赛的时候，我大声喊加油加油！正好中国队坐在我后面，一位女士听到后，惊讶地用汉语和我交谈起来，我们谈得非常愉快。 第二天轮到我比赛时，我又看见那个女士，但这次她坐在裁判席，原来她是我的裁判之一。最后，我和我的舞伴赢得了世界比赛的第10名，这其中说不定还有说中文的一份功劳呢。我今年中学毕业后，打算在多伦多大学继续我的中文学习。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，希望汉语桥比赛能圆我的中国梦。谢谢大家。Our next contestant is Spencer McNee. 下一位参赛的选手是史班森，他参赛的题目是“谈谈我的汉语学习”。 大家好，今天让我来谈谈我的汉语学习。我叫史班斯，现在读10年级。8年级以前，我在多伦多法国学校读书，我的中文是在那里开始学的。我的家是一个英语家庭，不过我妈妈让我和两个姐姐都上法语系统学校。 因为他觉得多学一种语言就能多认识一个世界。我7、8岁的时候，学校开始有了中文课。记得第一天上课，老师在黑板上画了日、山、水、鱼、鸟几个图形，让我们猜是什么。我们都猜对了，老师。 告诉我们，古时候有许多汉字是从土话变来的。就这样，我开始认识了有趣的汉字，也爱上了中文。4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让我去参加朗诵比赛，那首诗是《风雨中》，到现在我还记得，急性子的风。 把雨推得斜斜地跑着，雨珠儿不再顺着伞缘流下，
纷纷地撞到我身上，连个对不起也不说一声，风还尖声吼叫，怪我阻挡他的路。他说妈妈正等着我回家呢，因为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告诉我妈妈说我表演得很好，所以那一年只要有朋友来我家，我就要表演这个节目。两年前妈妈生日的时候，我就录着一张光盘送给她。这几年在多伦多到处可以听见普通话，我现在可以听得懂很多，就像妈妈说的，多学一种语言就能多认识一个世界。我真的很高兴学中文，更高兴站在这里说中文，谢谢。我们下一位参赛的选手是孟维维，他参赛的题目是中文。Victoria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与生命和中文。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我的雨靴，所以我很喜欢下雨天。我的雨靴可以让我在下雨天出门，却保证我的脚温暖干燥。它还使我郁闷的心情烟消云散。下雨时，我常和姐姐穿上又干净又漂亮的雨靴，跳过水坑，踏过泥浆。它让我享受雨天的自由，还让我感受我的生命与众不同。中文像我的雨靴一样，它让我经历新的事物，并丰富我的人生。我九年级开始学中文，每个星期分别在学校和家里各上一节中文课。虽然有时中文很难懂，可中文学习帮我拉近了我和中国朋友的关系，并且让我了解了东方文化。上中文课也很好玩，我和我的同学们有很多比赛，比如在班里比谁可以做更多的功课，或者谁知道更多的汉字，谁读得更标准。在家里上的中文课，老师不光教我中文，还丰富了我对中国的了解。我学了很多寓言故事、成语故事，还学了很多李白、杜甫等名人的古诗。去年夏天，我总算去北京住了三个星期。在北京，除了每天上中文课以外，我还坐人力车、看马戏表演、去蒙古骑骆驼、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包饺子。我去了很多名胜古迹，其中我最喜欢颐和园。那儿有明净的湖、绿色的树、曲折的石桥、雅典的长廊，每一处景色都有一番神秘奇特的故事。这更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好奇。中文就像我心爱的雨靴，它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历史，它给我机会让我自由翱翔在一个神秘的令人向往的世界。谢谢。